呢一場比賽，即係到底邊個能夠一定取得勝利咧？其實上係好難講，咁啊要睇下佢臨場發揮先得啦。咁啊，經過過關斬將之後咧，相信咧黃楠方面都係已經係做足咗自己嘅心理準備啦。希望咧喺第一局裏邊咧係先不投籌，暫時係領先緊細分3-1。可惜咧，發一個急球咧，直線嘅時間係自己咧係發失咗嘅。咁啊，中國到目前為止嚟講咧，已經肯定喺本年度嘅世界賽咧係攞到5面金牌嘅。因為喺今晚嚟講啊，除咗係女單之外，另外女雙都係屬於咧由中國球員咧自己對壘。咁啊，加上喺之前嘅混雙以及咧係男女子嘅團體咧，中國已經係肯定咧有5面嘅金牌咧係代代平安。咁啊，至於第6面咧，就視乎啊喺男雙方面嘅孔令輝以及咧劉國梁爭唔爭氣啦。佢哋係將會對住咧瑞典嘅艾德萊爾同埋咧係皮爾遜咧係爭奪咧係第6面嘅金牌嘅。咁至於啊壓軸嘅好戲，當然就係屬於係男子單打嘅決賽，係一場咧係世界級嘅大戰嚟嘅，由艾德萊爾對住咧係白俄羅斯方面嘅薩姆索洛夫。咁啊，我哋先將係焦點擺翻喺呢一場嘅女子單打決賽。喺初段咧，鄧亞平咧就打法咧都係好積極主動，就是、用啲快嘅速度咧嚟到壓住呢個黃楠噶。打法咧就好兇狠。鄧亞平咧就係屬於中國隊嘅大家姐嚟噶啦。咁至於黃楠方面咧，係嚟自遼寧嘅球員，今年咧剛啱好就係20歲嘅。佢打法方面就係弧圈咧係結合快攻嘅打法。睇下今場賽事咧能唔能夠俾到咧就係鄧亞平好大嘅威脅啊！彼此畢竟都係同埋一個隊嘅，咁啊佢相當之熟路，所以佢啲出手啊同埋球路啊都係好熟悉嘅。真係勝負咧就取決於臨場嘅發揮啦。所以究竟在今次的賽事方面，鄧亞平能不能夠攞到最後的女單冠軍呢？到而家真係唔夠膽寫包單嘅。黃楠嘅左手拉圈啊，始終係俾鄧亞平造成了很大的威脅嘅。而喺今次的賽事咧，黃楠肯定又成為了就係鄧亞平嘅歡喜冤家啦，因為除咗喺呢場嘅女單決賽之外咧，喺稍後時間嘅另一項女雙嘅決賽咧，兩個人都係會再度碰頭嘅。咁啊，到時候咧就係鄧亞平同埋楊穎就會對住咧係黃楠咧係拍檔李谷咧係爭奪咧係女雙嘅冠軍。黃楠嘅球啊，咄咄逼人啊，好多時候都上手搶拉弧圈先。鄧亞平回個直線，雙方真係好熟習咧對方嘅路數嘅，咁所以開始嘅時間咧已經就係分分就去搶分啦。集翻個側下旋 set 翻住，始終咧就黃楠啊拉得好順手啊，好熟悉鄧亞平嘅側應該側下旋嘅波。最快球6-9，冇轉擦邊。Sixteen， 可以話係時也命也啦，輸多分，暫時係6-10。發球失誤添。6-11。咁啊，正如你所話嘅啫，睇嚟鄧亞平咧對住呢個黃楠咧，確實係有些少係陰影存在嘅。喺國內嘅比賽，我記憶所及咧，就黃楠已經係贏過鄧亞平係2次嘅。咁所以鄧亞平自己經常都講咯，佢話咧，佢認為啊係出到嚟外面對住外邊嘅球員咧，嗰種困難嘅程度咧，反而係比唔上咧自己國內咧係對住咧啲隊友。咁啊，喺以往嚟講啊，對住喬紅啦，或者係對住劉偉方面咧，亦都係鄧亞平咧係經常受到考驗嘅。而家對住黃楠，係。好少情況，好少發失球啊！鄧亞平，咁睇嚟咧，佢真係有啲嘅陰影存在啦。竟然咧係咁緊張，喺大賽裏邊咧係連續咧係有2個咧係發失球嘅情況出現。
Third line， 大家都係鬥斜線嘅兩條斜線。 急球快攻，側身拉弧圈啊！始終佢呢板波威脅好大壓力，就係呢一板上傳波啦。攞多分，暫時咧係14-9、13-9。搶中啲，發球搶得好靚嘅一個直線波。 兩條線打鄧亞平啊，角度大啊！咁啊，鄧亞平咧係有幾分波咧係蓄意打向呢一個黃藍嘅反手，都係咧差些少而出界，俾人覺得係壓住黃藍嘅反手嚟做進攻。出台入台波都有，打得好冷靜添啊！ 相信喺近呢兩年嚟講咧，鄧亞平呢場波可能就係佢自己兩年嚟最辛苦嘅一場比賽啦。首先係呢次世界比賽嘅最難打嘅一場波啦。仲有碰網，有埋運啦，黃藍，仲要係連續兩球碰網添啊！第一球碰網救到啦，跟住再嚟又係碰網。 結果呢下救到嘅時間都係打出台外面，又輸多分，還喺大比數落後咯喎。10-17，兩條線啊，調動鄧亞平走動啊！ 對於觀眾嚟講，鄧亞平就比較熟悉啊。咁啊，對於黃藍嚟講咧，觀眾對佢可能比較陌生啲，所以咧好多人都係喺度為鄧亞平鼓掌。兩條線嚟調動鄧亞平走，好被動真係。咁啊，其實咧，黃藍本身嚟講啊，喺94年嘅時間啊，佢自己當年咧只係得個係16歲咧，已經係慢慢咧係能夠有出風頭嘅情況噶啦。 陣間有機會咧，同大家講講咧，黃藍過往嘅歷史。呢下真係攞好多分噶啦喎！好少睇到鄧亞平喺比賽入邊咧係咁多失誤嘅，主要係黃藍嘅旋轉球啊，將鄧亞平嘅位置係調動開嚟嘅。呢球波好準啊，呢板起得好準。 緊緊出界啫，睇嚟黃藍咧可以咧係先不投籌啦，先人第一局嘅賽事20-11。咁啊喺第一局裏邊由開頭到而家嚟講都係搞到咧鄧亞平咧係好幾球波係處於一個相當之尷尬嘅位置裏邊咧，而夾硬回波係回出界。 接住，仲有哇，連續打三板，你都講下呢啲嘅。連續三板嘅進攻嚟嘅，哇！喺第一局裏邊啊，呢一邊咧，黃藍咧可以話係贏得清脆利落啊，20-12，先拔頭籌，暫時係領先鄧亞平1-0。睇翻咧，就係喺最後球波裏邊嚟講啦，佢連續係搶三板，鄧亞平其實擋兩板嘅啦，第三板結果咧都係擋咗出去台外面，咁好可惜啊！見到啦。 呢下咧一碰網就係去咗台外邊咧，而係輸咗第一局嘅，輸俾自己嘅隊友又係小妹妹，咁無話可説啦。雖然話係老將咁啊。
鄧亞平咧，而家都係先係24歲啫。咁啊，但係咧，黃楠方面而家就只係20歲嘅。好啦，馬上展開第二局嘅賽事啦。第一局咧係鄧亞平其實輸咗21-12。咁啊，問翻阿蕭傑文啦。咁啊，鄧亞平要點樣先有機會喺第二局裏邊咧係扭轉嚟勢咧嚇？學呢一分咁樣打啦，將個節奏加快啲，特別係反手可以咧就快啲打，係啦。即係唔可以個節奏全部俾黃楠係控制住嘅。黃楠啊，當然係要用弧圈嚟到兩邊拉住佢啦。咁佢其實嘅反手咧可以發揮作用嘅，亦都可以壓翻兩邊。黃楠咁啊，當年啊喺94年嘅時間咧，已經咧就係喺亞洲嘅少年賽事裏邊係得到係女子單打同埋女子團體嘅冠軍嘅啦。而家呢兩分睇咧，鄧亞平咧就只振作起嚟啦，加快個節奏同埋速度。唔再係喺度招架啦。咁喺以前嘅中國隊裏邊咧，仲有呢一個喬紅啊、劉偉等等嘅時間咧，黃楠咧就仲係作為呢一個係二線嘅球員。咁而家咧喺幾位嘅主將退役之後嚟講咧，黃楠咧亦都係有機會咧係出戰咧係多項嘅世界賽事嘅，咁啊相信經過今次嘅世界賽之後咧，肯定係全世界嘅人士咧係會對佢嘅表現咧係刮目相看。實際上呢個黃楠嘅技術係比較全面，佢出道係好早，同時咧都係喺好早嘅年份裏邊咧已經係得到咧係國際賽事嘅好好嘅成績嘅。再提過就係94年攞過咧亞洲少年賽嘅女單冠軍，亦都喺同年咧係試過攞過咧係瑞典公開賽嘅女單冠軍，同埋95年咧係攞過中國公開賽嘅女單冠軍。暫時落後1-4。你發球咧，鄧亞平冇控制好，出個機會俾黃楠側身搶攻，高啊呢個球。係啦，快壓，逼佢拉起上嚟之後，自己快打，令到黃楠呢邊咧喺回波嘅準備嘅時間裏邊唔係咁充分咧，反而咧就係會製造機會俾到鄧亞平呢一邊噶，落後2-5。快壓，鋒網出界。咁啊，黃楠本身咧喺以往咧，經常都喺女雙嘅賽事咧，係攞到好多嘅冠軍嘅。佢嘅拍檔就係楊影，不過喺今次嚟講咧，楊影就變咗咧，就係改變拍檔啊，同鄧亞平咧合作嘅。而黃楠就係同呢個李谷合作，雙方係睇下機會咧，爭奪本年度嘅女子雙打冠軍。好快！好快嘅一個防守啊！黃楠雖然係以弧圈夾快攻為主，但係佢嘅打法咧就係唔離台嘅，始終都係站近比較站近球台，一有機會咧就扣殺。好多時候咧，反而逼到鄧亞平係要兩邊走嘅。雙方咧喺呢個時間咧係拉成均勢，咁鄧亞平咧都係將個節奏咧係稍微咧拖翻慢少少，定一定神，睇下咧用咩嘅辦法咧去到嚟到攻破對方嘅防禦網。近網亞旋球攞翻分，7-4，冇轉，快打快打快壓再快，係啦，你用呢個方法打就有得救。亦都係鄧亞平嘅優點嚟噶。咁往陣時咧，鄧亞平對呢啲波咧，佢係唔壓嘅，佢係集側下旋。如果佢一集翻去咧，黃楠就正好拉翻個上旋波，所以咧呢個係冇理嘅。佢而家就改變咗啦，佢拉過嚟，佢自己快壓翻去，就變咗咧就冇機會俾黃楠去拉上旋啦。實際咧就係以快打慢啦，希望咧係用速度方面咧係壓住對方。同樣啦，揾到一個好好嘅有利嘅位置，一板咧就係快打落去，果然咧係能夠成功咧，係將比數擴大到9-4。事實上，一定梁亞平要贏，一定要用呢個戰術。
雖然呢啲呢個戰術咧就唔係鄧亞平嘅呢個係特長嚟嘅，但係有陣時對住有啲對手咧，可以用自己嘅特短嚟打佢，亦都可以話係叫做隔食隔。果然呢個戰術咧，打到黃楠呢幾個球咧就有啲亂啦。亦都係逼到黃楠咧係冇必要咧，一定要係用翻一個速度上咧係去到壓制翻鄧亞平，但係反而咧亦都係減弱咗佢嘅準確性，所以幾球波咧喺接發球搶攻嘅時間都係出現咗咧偏差，一下子係連輸咗啊，有五分波咁多，暫時落後4-11。兩面快攻，好球。咁啊！而家打到黃楠都冇曬反應啊！由4-6咧，又輸到嚟，而家係4-12啦。插翻個正手，係啦。高沙甸。咁啊！一下子對方嘅戰術嘅改變啊，黃楠仲未適應得到。連輸七分波。雖然咧就腳啊短短地，手啊短短地，但係照顧兩大角啊，都係盡曬力。不過佢係真係世界冠軍。冇錯啊！喺臨場方面嘅戰術嘅變化咧，係恰到好處啊。咁啊，終於咧喺連失咗八分波之後咧，呢個時間咧就係攞翻分。咁希望咧係搶翻上嚟些少，拉分係一個比較緊湊嘅局面，5-14。set 翻住佢，哎，空得滯啦！呢個想變個直線，路線係佢係啱啦。可惜啊，好似打到啲手指啊，所以先咁離行離辣。咁啊，亦都係有大把本錢在手，所以都係不妨咧係拼搏些少，轉一轉線。好啦，轉發球，鄧亞平咧喺之前嗰輪嘅五個發球咧，全部攞曬分數啊！今次會唔會成功咧？如果成功嘅話咧，就將會奠定自己喺第二局嘅勝利。呢分波冇加力打，亦都係個網咧係救咗咧呢邊黃楠減慢速度咧，一個咧係反手嘅快壓落去直線咧，果然能夠係搶翻一分。短球係啦，一個快壓變線。咁啊，佢呢下嘅反手快壓直線嘅波咧，真係咧係針對到啊呢個黃楠比較弱嘅一環啦，頻頻攞分成功。一個短球，插快板，佢拉起嘅時候再快打。一個短球 17-7 同第一局一樣咧，係同樣出現咗一個比較懸殊嘅比數嘅，食咗兩個發球添，黃楠。咁啊，希望咧佢能夠吸取到呢個第二局嘅經驗啊！希望咧黃楠喺第三局裏邊咧係打翻好些少啊！兩邊 set 得住佢，守得住佢。輪到啊，黃楠一個快打啦。相信咧呢一場嘅賽事都係俾到咧係唔少嘅歐洲或者其他嘅亞洲球員方面咧。可以了解一下究竟係用咩以後啊，用咩嘅板斧，用咩嘅辦法咧，係可以咧係克制到呢個鄧亞平嘅，咁啊可以咧係阻止到佢而家係所向無敵嘅情況。到底係經驗老道嘅身經百戰嘅球員啦，好快咁樣就改變到嘅局面啦。好啦，同樣一個非常之懸殊嘅比數。
咁啊，鄧亞平咧喺第二局裏邊係以21-8咧就係贏翻局，雙方喺局數方面咧就係1-1平手嘅。休息一下先，翻嚟睇下第三局嘅賽事。原來係自己對壘嘅話咧，教練就唔列席喺度嘅，等佢哋自己咧係決定用咩嘅打法，因為咧就係費事咧出現咗好似有偏幫嘅情況出現。完全係獨立作戰。好啦，睇下黃林有咩改變啦。打棒。始終都係快壓。呢個集翻一板，側下旋。鄧亞平喺戰術方面嚟講咧，臨場真係變化多端嘅。俾個正手壓翻住佢，壓佢中間啊！呢個位置又唔俾直線，又唔俾正手，俾佢中間嘅位置等佢攻失噶。王林都是企圖通過壓他反手逼他猜出機會來到進攻。鄧亞平又變了，你發我反手長，我側身拉起你先，等你沒有機會上手拉我。所以看到在每一分的差別來說，鄧亞平馬上吸取到之前那分究竟輸是輸什麼原因，馬上就是作出個調整，是壓翻住黃藍的弱點，讓他是絕對沒有機會起到手。好了，到回鄧亞平的發球了，4-1。5分。黃藍方面自己的長處都是被鄧亞平完全看通了，所以我看到他都幾傷腦筋下嘅，5-1，快壓他，完全將他打離台啊！呢啲就係經驗問題啦嚇。呢下快壓令到呢邊啊，黃藍根本咧個轉身都未都轉一次咧，個波已經係埋到身邊。接發球。鬥翻一板，似乎咧黃藍都係幾食咧鄧亞平呢一家嘅技術嘅，呢個打法咧係完全咧係受制於，可能過去鄧亞平對佢輸嗰兩局都唔係咁，兩次啊都唔係咁打，所以突然間改變咗咧，下次咧即係冇曬反應。同樣咧個落點方面就係擺喺中間嘅位置嘅，咁啊令到咧。原本係諗住想側身方面嘅黃藍，根本係未能夠俾到自己有足夠嘅空間係做出側身咧，然後一個咧係拉翻嚟嘅弧圈嘅動作。連失咗嘅五分波之後咧，終於係搶翻一分，追翻成咧係3-8。後你拉上嚟咧，鄧亞平係快壓嘅，人呢一分咧反手係壓唔住啊！呢分鄧亞平係離咗台少少啊，所以壓唔到。如果佢仲喺近台嘅位置，呢分波都仲可以壓到翻去噶。打到佢都一籌莫展啊，零零頭都唔知有咩解仔好。因為突然間的改變，鄧亞平咧揾到一個好好嘅路數，係一路壓制住呢邊黃藍。自己嘅發球咧係仲剩翻兩個發球權，俾佢空檔正手壓翻佢。嗱，兩條線而家打到黃藍係相當之被動啊！俾個空檔壓翻條直線，速度快，節奏快咗啦。4-10。
係。發球身。轉發球到翻咧就係鄧亞平嘅發球，11-4。咁啊呢一下咧直情咧就係發球嘅失誤嚟添嘅，撞台邊。咁鄧亞平咧一早已經係建立咗自己一個比較明顯嘅領先優勢，睇下可唔可以咧繼續咧係擴大優勢先。哎呀！守住，即使你黃藍啊啲波拉到出嚟咧，鄧亞平都有信心啊守翻翻去。連續幾球都係攻響咧鄧亞平嘅正手位置。唔出台，兩邊快打快壓，好精彩。老虎啊，黃藍咁樣打落去就～只是黃藍稍稍離台咧，就已經係處劣勢啦。一睇鄧亞平，完全都唔會離台嘅，左右兩邊開弓，同第一局嘅面貌差好遠啊！哇，犀利啊！鬥正手之後，始終都係鄧亞平一個直線得分嘅，守得好穩啊！見到鄧亞平最後一分更加咧就係。賴網過咧一個直線咧係攞到分數，哎呀！差啲過埋去添啊！呢個時候咧，黃藍就發威啦，因為佢前面嘅波啊都唔加唔到力，直情拉弧圈又好，進攻又好，發唔到力，發唔到出嚟，擺個短球。14-1。有八分的領先優勢，咁聽到現場咧，有一日係有啲球迷就話：喂，黃藍要加油啦！希望咧係追翻上嚟，能夠咧同鄧亞平咧係合演一場咧係每一局都係咁精彩嘅賽事。嗱，加力拉就對鄧亞平有威脅啦。俾翻個短嘅擦邊，係擦邊啊！呢個波擦邊嘛，係擦邊啱啊！擦邊。7-15。亦都係鄧亞平咧，唔係問咧就係黃藍。裁判唔判佢，問啲黃藍你老唔老實？咁黃藍想唔影都唔得啦，佢手底都係睇到嘅，係擦邊啊！掙扎啦要，哎呀！反攻，即係估唔到鄧亞平會咁穩陣。亦都見到呢邊咧，不停係加力去打噶啦，黃藍，哎，打得空啊，必然咧個失誤就會多加多。咁啊，照目前嘅比分望嚟咧，亦都咧就係應該鄧亞平咧係比較順利可以攞到第三局嘅勝利嘅，7-17。獲勝啊！雖然話咧呢一局咧就敗仗已經顯露啦，但係咧都見到咧黃藍方面咧盡量咧係能夠搶得一分係一分，希望咧係加強翻自己嘅士氣，準備係應付咧係第四局嘅比賽。一個直線嘅急球，唔知能夠係擋咗落去網，打得好穩陣啊！呢個時間出乎意料之外啊，因為喺國內好多嘅比賽，佢真係贏過好多次噶啦。鄧亞平咧係不斷咧係加快嘅速度，呢下細估唔到對方啦，側身擋到。掙扎啦！呢個希望咧喺後邊呢幾分啊摸出條路，咁啊喺第四局裏邊咧就扭轉翻，亦都係盡量咧希望打擊翻咧鄧亞平呢邊嘅士氣嘅。冇轉，睇到鄧亞平發呢個球冇西嘅，冇摩擦球。
咁啊，香港咧一班嘅兵种嘅人士都系喺侧边睇波。呢两分波咧，睇到黄楠发力打，事实上系威胁到呢个邓亚平噶。亦都换言之，喺速度上加快咧，确实都系喺速度方面咧，双方嘅比较嚟嘅，系一个。但是很明顯，我哋見鄧亞平咧喺守之餘咧，亦都係好穩陣。好啦，咁啊到咗一個關鍵嘅最後一分波啦，亦都係同一個係比較大嘅比數。咁啊，鄧亞平咧係贏咗第三局，21-11。咁啊，暫時喺局數方面咧，鄧亞平係領先緊2-1嘅。休息一下先，翻嚟睇下第四局究竟鄧亞平可唔可以埋單贏埋冠軍咧？其實咧，係以速度方面咧，係一路力壓住呢邊黃楠咧，果然能夠喺第二同埋第三局一個好懸殊嘅比數8分同埋11分咧，就係連贏翻兩局嘅賽事，暫時領先局數2-1。咁啊，究竟可唔可以係再下一城連贏三局，從而係成為本年度嘅女單冠軍咧？大家睇埋就知道啦。咁啊，黃楠而家咧第一分翻嚟睇佢咧，就好似醒覺啦，即係要上手拉住先。调动呢个邓亚平走动嘅，睇下佢成唔成功啦。方浩，咁目前喺比赛现场方面嚟讲咧，咁啊喺英国嘅地方咧，仲系气温比系偏低些少嘅。咁啊，我哋喺现场嘅同事都系通知我哋啊，话而家你现场嘅气温大概都系10多咁上下，系比较咧系偏低嘅温度嚟嘅。咁啊，對於一啲慢型嘅球員咧，可以話咧係有更加大嘅影響。不過而家已經係到咗呢一場嘅賽事係第四局，相信咧雙方已經係完全咧係投入曬比賽裡面嘅啦。鄧亞平真係完全喺打法上面改變咗啊！第一板集一集拉起之後咧，就唔集啦，快撥翻過去。連續兩板反手，黃楠都好怒啦。但係鄧亞平啊，喺好被動嘅情況之下，都鬥翻個波翻嚟。而家仲係賴網過，咁啊令到咧黃楠方面咧係未料有一次一著，反而咧就將個波打出台外面嘅轉發球，暫時黃楠係落後1-4。咁啊喺穩健性方面咧，明顯嘅鄧亞平就比黃楠係穩好多啦。而且線路嘅變化方面嚟講咧，黃楠都係略嫌咧係冇鄧亞平咧係變化咁多嘅。接发球咧就逼佢正手个空档，再一次咧系一开始出现咗咧一个颇大嘅比数嘅差距，咁啊暂时嚟讲咧黄楠咧落后紧5分嘅，咁啊喺现场方面咧有唔少嘅中国球迷咧系入座，主要就系为稍后啊孔令辉同埋刘国麟咧系上阵对住咧系瑞典方面嘅艾德雷尔同埋咧就系皮尔逊咧争夺男双嘅冠军决赛咧，希望系为孔令辉同埋刘国麟打气嘅。連輸6分波，又一個空檔 set 翻個中間。開始有人咧就係再嗌啦，就叫黃楠咧係加油，希望咧係能夠逼到呢一位世界冠軍咧係要施展渾身解數啊！一啲都唔鬆懈啊！鄧亞平擺翻短，鬥翻過嚟 ，cut 翻一板。哎呀！呢個黃楠嘅機會球都打失，睇嚟佢嘅信心啦，開始慢慢動搖啦，直情動搖啦，高波嚟嘅，仲喺度拉，轉發球9-1。打板邊。
又 cut 翻，削波仲翻嚟，被動變主動添啊，差啲。你如果黃林打到鄧亞平咁樣走動咗、走開咗位咧，佢就有希望啦。不過最慘就係一分半分，就唔係話分分都能夠咁樣做法。咁鄧亞平咧就係馬上咧好快就出一個調整咧，就係能夠適應到呢種打法嘅。正如正話，球波咧幾乎就係反客為主。突然間改變，插翻分側下旋。我哋咧經常讚咧就鄧亞平咧就喺臨場嘅應變方面係好夠。咁當然呢一種咁快嘅應變能力都係要建立喺自己本身一個好高超嘅技術上面咧，先至能夠做到呢啲咁嘅應變嘅方法嘅。10-3，連續兩板正手俾鄧亞平，第二板啊少少擦邊。估唔到咧，係打翻個重複嘅落點啊！鄧亞平咧亦都係無計可施啦，加上對方呢個球咧就係擦邊球，追翻近少少喎，而家嚇。不過鄧亞平咧絕對唔會放鬆。唔會。逼就逼到鄧亞平擦波啦，逼到個機會拉球，可惜係拉咗出界。我哋睇到咧呢一局波，呢幾局波後邊嗰三局波，鄧亞平係好少運用佢呢、這個插下旋波嘅，因為佢一插下旋波咧，啱啱係俾到黃藍正手嘅機會拉弧圈，咁啊自己就被造成被動啦，所以就改變咗將個波撥翻上嚟。大比數落後，咁啊除非喺今次嘅發球權裏邊咧係攞到優勢，否則嘅話咧真係大勢已去嘅。強攻又唔得，擺位亦都係唔掂，咁睇嚟真係處處受制啦。4-13，鄧亞平，你睇下佢一啲都冇放鬆啊！插翻佢嗱，就係咁嘅戰術，就打得喐鄧亞平。睇會唔會再到先打鄧亞平嘅反手，然後跟住再轉線打正手先。中間兩分啦。咁啊喺今場嘅賽事相比之下咧，鄧亞平佢失分嘅位置主要就喺佢反手方面咧失分比較多啲。打失。呢球波咧就係有觸網出界嘅情況嚟嘅，以為咧係十拿九穩。好啦，咁啊追翻近少少啦，不過轉發球咧到翻鄧亞平方面嘅發球，13-7。右鋒網。14-7。同嗰啲臨時變化旋轉嘅球咧，雲能嘅反應都係唔夠快啊！閘住，呢啲靚啦！即刻打翻上嚟，鄧亞平幾醒啊！兩板 cut 咗落去，兩板第三板即刻上嚟，挑翻起個球，將下旋變翻上旋。嗱，呢個下旋啊，插翻呢個即刻上台，壓翻住佢，一個武力嘅添，擋俾佢中間，減力擋中間啊！如果係估計佢會退台嘅話咧，就係完全錯誤嘅估計嚟嘅。馬上咧就係追翻上嚟近台，睇嚟冇啦，兩邊都打唔入，咁亦都係正常嘅賽果咯。一路咧喺佢鄧亞平方面咧，不停咧係跳動咧，就係要加強翻自己嘅集中性啊。八球搶攻。咁啊，喺今年度嚟講咧，比較一個令人遺憾嘅情況咧，就係日本方面嘅小山智麗咧，
由於是自己的呼吸系統出現毛病，就是迫於臨場退出。加上就係陳靜方面咧，亦都咧就係唔係話打得太過理想。咁終於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中國隊啊兩個最大嘅障礙都唔能夠係構成咧係原定有或者係原定咧係估計出現嘅威脅咧。咁啊，結果咧就係變成啊，到而家嚟講，鄧亞平咧就係一枝獨秀啦。事實上，啲海外兵團咧亦都逐漸年紀又大啦。技術亦都冇乜特別嘅進展，所以咧好難再俾呢個中國隊啊造成好大嘅威脅。慢慢嘅比分方面咧係越拉越遠啦，依家係成為一面倒嘅局面啦。但係儘管如此啊，鄧亞平都一啲都唔會放鬆，一有機會就大反突擊。咁啊，嗰隻冠軍嘅獎杯咧，睇嚟已經係成個抱咗入佢個手裏面嘅啦，已經越打越兇狠啊！反而呢一邊咧，黃林咧係冇計啦。雖然佢希望能夠盡量攞翻自己嘅主動權，但係咧都係經常出現咗失誤，贏係贏緊㗎啦。看來三屆冠軍馬上出爐啊！看到他都笑了笑，他說我輸都要輸得好好看，不是說輸得是很醜樣，起碼都拿回你一局。今天沒再咬口，四局的比分都是很懸殊的比分，輸是很懸殊，輸十二分，贏又是贏的十幾分，八分十一分，好搞掂。咁結果咧，鄧亞平咧喺先輸一局嘅情況之下，終於咧就係後上連贏三局。咁啊，最終係以局數3-1挫敗隊友黃林，再度咧係稱候喺呢一項嘅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嘅女子單打冠軍嘅。咁啊，係佢自己個人嘅第三次冠軍，對上一次就係舊年，係上一屆43屆，跟住就係41屆。咁啊，喺近年嚟嚟講啊，喺呢項嘅女子單打賽事方面咧，可以話全部都係屬於中國嘅球員天下啦。咁啊，喺今場嘅賽事方面咧，贏得好輕鬆啊。咁啊，一路數落去，40、39、38、37咧，全部都係屬於咧係中國球員嘅天下嘅。一路去到咧係34屆，當時1977年咧，先至係見到啊有朝鮮方面嘅朴英順咧就係攞過冠軍。咁啊，換言之咧，已經喺20年嘅時間裏邊咧，呢一項嘅世界賽女單冠軍都係屬於中國嘅天下嘅。咁鄧亞平好輕鬆贏埋第三局，以局數3-1取勝。